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对坐鼠来宝》，表演者高小贝、侯小楼，掌声有请。谢谢您啊，哎，谢谢朋友们热情洋溢的掌声，哎，谢谢他，谢谢您的鼓励啊，谢谢我们对您的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朋友们啊，谢谢啊，您鼓掌，我们家里都让他们，啊，谢谢，哎，谢谢您，鼓掌很暖和，是不是？啊，来点听听相声，开开心心，高高兴兴。刚才哥俩给您说了一个，对，这个节目叫大唱寿，好啊，连说带唱，不好表演，好节目啊，让小哥俩呢下去休息休息，歇一会儿，这场帮我们哥俩上台呢，接着给您说，嗯，因为您是表演员，我上舞台呢没有什么名气，就是有往的力气，哎，得卖力气，卖力气给您说相声，来这么多朋友，刚才大致呢我看了一下，啊，您观察了，哎，这个好多朋友基本上都是跟朋友一块来的。啊，是，是吧？跟着这个自己好朋友来的，啊，对，带着自己同事来的，啊，有，是吧？带着自己孩子来的，有，带着自己同学来的，是，是吧？带着自己媳妇来的，想想带别人媳妇来的，有的保不齐吧？还有这人，带别人媳妇来有没有？真有是吧？来，有请站起来，我看看。有请站起来，哎，站起来，我看看，有吗？就，哎，就咱俩站着呢。这叫什么话？跟各位聊天，什么叫咱俩站着？眼睛咱俩真站着呢呀！好，忘了大伙介绍。介绍什么？这是我娘。对，谁呀？咱们不介绍。就咱俩站着。那本来就是啊。跟各位聊聊天啊，来这么多朋友听相声，人家图的是开心，图的是高兴。哎，找乐儿吗？哎，我们呢，只能说在这个晚上呢，啊，给您争取吧，争取吧，让您这个两个小时之内呢，让您有一丝丝的快乐。哎，对对。其实说实话，这票也不是特别贵，挺便宜的，两百块钱。您买杯奶茶不得三五十吗？您瞧瞧，是不是啊？您来这听听相声啊，后台十来个大小伙子给你一挺多纸，真是不是？哎，而且最可贵的，我们还都是真人，哎，都是活的。对，确实是啊。拿板砖砸脸上，真掉血。哎，也没人带板砖进战场。确实是，这个演员也很优秀。我还行，大伙儿都很喜欢你。一般吧。啊，今天有观众就是专门看他来的。哦，还有观众看我来。当然了，有观众喜欢你啊。是吗？侯小楼优秀演员。哎呦，谈不到。今天我出去溜达，在门口票房很好。嗯，有人买票了，专门问的。哦，有人买票还问我。专门问他。是吗？本窗吧。您好，您好。今天有侯小楼吗？哎呦，你听这话，哎，专门为您来的。哎呦，还有这么问的？专门问的。您好，您好，今天有侯小楼吗？有吗？卖票的人怎么了？您干嘛呀？你别废话，你别废话，我问问，今天有没有侯小楼？今天有侯小楼吗？今天有侯小楼吗？有吗？你说。有哦，不看了。哦，有我不看了。谁不看了？那怎么着？人回家了。那回家还叫亲戚朋友来捧一场。哦，叫人一块儿来看我。对呀。没理解透了，我的不错，我还行，优秀演员，咱们的各方面都很优秀啊，四门功课说学逗唱人家都不会，但是呢依然在这个舞台上。什么叫都不会？你会吗？我都会呀。你会个六吗？会个六。你真会假会啊？这说学逗唱我太会了。摸着屁股，摸着屁股，摸着屁股，摸屁股干什么？摸着自己的良心，你摸摸吗？我这良心都下垂到那儿了，是怎么的？这良心有摸屁股的，你真会假会啊？我真会呀。说能行吗？说可以说呀。说能说点什么？那我说的多了。嗯，说点什么？这个大笑话、小笑话、自热灯谜、对个对子，什么蹦蹦蹦啊、蹦蹦蹦啊、憋死牛啊、绕口令啊，这都能说呀。都能说，太能了。太好了，给我们说一个。说什么？说一绕口令。绕口令。对，你说哪段？嘴里功夫，听听哪段？你想说哪个说哪个。想说哪个说哪个。看你嘴里。那行，那这么着，我就来一个大伙耳熟能详的。什么？吃不到我都不到别人，我吃不到我都不到别人。你听咱这嘴里，哎呦，我都佩服自己。哎呦，哎呦，太优秀了，太优秀了。怎么？你为什么要跟看傻子一样看我呢？怎么了？你醒了吗？我醒着呢呀，我很精神，看不出来吗？精神饱满，面对舞台。谁不会说呀？吃不到我都不到别人，吃不到我，谁不会说呀？不是这不相声演员还跟这儿骗呢是吗？还跟这儿骗呢？我跟你说，绕口令，这么都不懂不倒皮儿，这么大道都不倒皮儿，这有什么的呀？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，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儿，这有什么？吃榴莲不吐榴莲皮儿，不吃榴莲倒吐。炸死你！
这吃什么连皮儿的？这绕口令还说呢？这不就基本功吗？换一个，说一个绕嘴的，说一个绕嘴的，是不是？换一个，给你来一个那个八百标兵，哎，八百标兵的，行吗？来一个，来这个，听着，八百标兵奔北窝，好，出来。没睡醒是吗？不是，八百标兵奔北窝，那得多大的一个？不是，八百标兵奔北坡。是吗？对，奔北坡。是吗？对，是。确定啊？我确定。不是奔北坡啊？对，不是奔北坡。不是炕啊？不是啊！我刚从这被窝里出来，对不起啊，有点忘却了。八百标兵，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并排跑，炮兵怕马，标兵怕碰，炮兵炮。哎呦，太优秀了！马上自我陶醉的演员还真是一绝。所以我喜欢这个，这些建功。行，中间加勒能说吗？中间加勒，哎，中间加勒没问题。说一个，听听。八百标兵勒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勒并排跑，炮兵怕马勒，标兵碰，标兵怕碰，炮兵炮。哎，我佩服自己。那可不，太佩服了，我太优秀了，我跟你说。你是太优秀了，对啊，你优秀过头了，你是不是加了？不是加一个乐，不是一个还不行，不是加一个乐，加很多个乐。哎呦，这更有难度了，对呀，更显功夫了。听好了啊，加很多个，对，好，八百标兵，奔北坡，差点忘了加好几个了，红猪了，不是，我加了好几个呢。真好几个，不是，就是一个字儿后头加一个了，一个字儿后头加一个了。对呀、啊，那谁会？不是你，我跟你说说，你听听吧。你来，这个必须得气力长啊，气力长，嘴里得干净啊，保齐啊，但是皇上气的就死台上。哎呦呵呵，那您给我们露两手吧。你说你听听啊，说八百的标兵奔了北坡，北坡的炮兵奔了排头跑，炮兵的怕了，标兵的炮，标兵的怕了，炮兵。真是，你跟我一样优秀，真是跟我一样好，真好。我的你也不错，我还行，还不错，我还可以啊。你嘴也干净，那是说学逗唱你都可以，我都行。学能学吗？学也可以啊，学什么都能学啊，都能学。好，学点什么？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草根蹦的，这个大小买卖吆喝，做学个聋做个哑，这我们都可以。都能逗呢，我都说我特别幽默呀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唱行吗？唱可以呀、啊，唱也行。那当然了。唱能唱点什么呀？唱啊，啊唱点什么？这个太平歌词，嚯，还有这个快板书，嚯，数来宝，嚯，这我都能唱。哎呦，太棒了！今天怎么着？你给我们在这露露最拿手的。最拿手是什么？我最拿手的吧，就得说是快板书。这是谁呀、啊？鄙人。谁？鄙人呐。鄙人，鄙人是谁？这没学问。鄙人就是我，就是你，我，你就是那个鄙人。哎，我就是鄙人。你就是那个鄙人。哎，我是鄙人。你这鄙人，你骂街我抽你啊！什么？我说的都是文言文的。你这鄙人。行了，甭说鄙人，就我吧。鄙人就是你。我本人呢？快板书最拿手。啊，最拿手。是吗？是的。电视里放过您的录像吗？没机会去。电台里放过您的录音吗？人没找过我。舞台上演出过吗？轻易我还不露。嚯，咱架子还挺大。我没有架子。架子？架子熬汤了。今天在这儿露一回怎么样？在这儿露一回。在这儿唱回快板。对呀、啊。那是。人各位来这儿是听相声的，我在这儿唱快板儿，这可听哪劲儿？人都是欢迎人听相声，相声也可以唱快板啊。哎，不，来不了。唱一个，不是，来一个，不，来一个，我来不了，我邀请您唱一个，你邀请我不行，这得看各位，对不对？不，我在这儿呢，要是说有一个观众能鼓掌欢迎，那我肯定就得唱了。我能代表极个别的观众欢迎您，给我们唱一个。行了，您就甭代表了，行吗？既然大伙儿鼓掌了呢，那我就唱了。哎，唱可是唱，但是呢，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个让我唱快板是你提出来的，对吧？对，您这个属于是。单点没错，二百，行。不，这个价还是要由我定啊。这个单点嘛，我们这儿有规定，单点的票价呢是1000块钱。有多少钱？1000。听你1000啊？听你1000？对，听别人都400。你刚才您可得会，我肯定会呀、啊，绝对唱好啊。
行吗？没问题，就是点你们。点我唱一回，那行，那我就唱一回，那可就1000块钱、啊。1000块钱嘛，不就1000块钱吗？这钱可你掏。有钱不差钱。好，不差钱，不差钱就行。那我就行了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唱这个，挣你这1000块钱。那咱就开始了，来了啊。你要开始，我是要开始，我可不要开始，我得交代一下。你干嘛？我得交代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唱的这段我要会，我可不给钱啊。啊，那倒可以，对吧？嗯，行。听不能听会的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一千块钱得听点好的。你先等会儿。照这么说，我没法唱。为什么？我跟这儿汤汤汤汤20多分钟唱完了，大伙儿鼓掌叫好。完了，你旁边这一拍手，嘿嘿，这段我会，我就算白唱了。谁那么损呢？别那么损。那怎么着？我那傻小子，你唱这段，告诉你这段叫什么，算不算我会啊？那肯定算你会。给你接着下句，算不算我会？那算你会。行吧，这个我不给钱可以吗？那倒可以啊，就不等我唱完了。对啊，可以行吧。那我就开始，你准不会，你就花1000块钱，不能让听亏啊！来来来，1000块钱得让你花的值嘛。对。我说的是，这个西天道路险又长，唐三藏为取那个真经赶路忙，坐骑着一匹白龙马，猪八戒沙僧行有不离在两旁，在前面探路的。齐天大圣美猴王，这是一小段，哎，小开场，哎，小一连连，哎，刚刚显露出一丁点的小艺术。等会儿，大美，啊，怎么？我会这段，我会《西游记》啊，是是是，《西游记》对你刚好是我刚听你接上下句来了，《西游记》嘛，这不新鲜，对对对，不新鲜，对吧？对，不新鲜。对，头一段你会，那保不齐，我给你换第二段。哎，第二段你准不会，那太好，好不好？哎，挺好。唐僧到西天去取经，他是跋山涉水的准路程。唐僧他坐骑着一匹白龙马，马累了。你也累，不是这开头是差不多的。《西游记》好不好？嘿，我会。又会。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行，我可唱俩了啊。第三个这个，第三个你肯定不会。第三个你准不会啊！来啊，听好了，唱一个压箱底的，没人听过的那个。哎，那肯定的，听好了。美猴王武艺高强，逞英豪，让军旗猴都出来了。西游记我会。坏了，好，先唱西游记。大西游记出了事儿了。我不坏了。坏我看出来了。会我看出来了。就你这人，你是诚心的。哦，我唱一个，你会一个。唱一个，你会一个。对呀。哦，诚心撅我们是吧？没有没有。哦，我唱一个你会，就嫌你能耐大。点你，你才唱，对不对？不是，1000块钱我不能白花呀。简直就嫌你能耐大。你唱啊，谁显谁能耐？唱啊！我不唱啊！我不唱。唱一个我会一个，唱一个我不唱。换一个呀！我就不唱。换一个。我也不换了。干嘛呀？我会300段、30段，我都不换了，不唱。干嘛呀？干嘛？我就不唱了。不你不有能耐吗？啊、哎，有本事你唱一段。什么？你唱哪儿？你唱我也会。不，你唱一段。别，你唱一段我也会。哎，各位您鼓鼓掌，让他唱。来来，好，我来给他，你唱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干嘛？你就会三段，我就会。对吧？你就会三段，谁就会三段？假装一生气，给自己找一台阶。哎，大伙儿快，让他来一个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你别胡说，是这意思。我会30段、300段，这我不唱了。那么多，为什么不唱？就看你能耐呀。你干这，我唱一个，你会一个，就嫌你能耐大了。对呀。曾经当着这么些人撅我。对呀。你唱，我也会。告诉你叫什么名字，给你接上下句来。我唱你也会。太对了。我唱就没听过，你信吗？根本就没有那种段子。我跟你这么说，今天你唱一段，我要是不会，我要没听过，当着各位，我给你2000块钱，多少钱？2000，我挣你这2000块钱，你挣不走，我挣你这2000块钱，你挣不走，我请大伙吃冻梨，买2000块钱，请大伙吃冻梨，你甭说那大话，行吧，我跟你说，就太好了，那个名字。
的唱片，就他挣着2000块钱，他也不会请你们的。哎，你唱，你唱我也会。唱你也会，吃着还开了几本良心，开始了，开始唱之前我得准备准备，还准备。刚才唱半天，人给你鼓掌了。那倒没有，还是的，我这不用唱，我一来个动作，朋友们就鼓掌了，看见了吗？哎，看见了吗？这精气神，看见了吗？你这全是提醒的。哎，看见了吗？行，你来，啊。诸葛亮押宝，对吗？这不算，这是我告诉你的。
这人这不耍无赖吗？耍无赖就耍无赖。我这是唱吗？我溜溜嗓子。你老溜嗓子，有没正经的？有本事你再换，我还接着下。再换一段，你就没听过，你接不上下句，你信吗？不可能，我接不上下句，我死这儿。这是你说的。太对了，不信咱试试。来，你肯定接不上来。我肯定接得上来。华蓥山，巍峨耸立万丈多；嘉陵江水，滚滚东流似开锅；赤日炎炎，如烈火。路上行人挥汗如雨烧心窝，在这突然间，一座天穹消在一九长三里。美丽的和谈阴谋被揭穿，他要疯狂北窜，霸占全朝鲜。那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，在1916年，海河激流浪滔滔，天津城腥风阵阵，血雨飙，诸葛亮打响叮当，表一表。就是把这词儿给你两三天你就能背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吧，那可不真正唱难的不唱死词儿快板，那唱什么呀？唱什么呀？活词快板。哦，活词儿，即兴表演，现编现唱。现编现唱我也会。你很会。对，水平不一样，有高有低。怎么呢？拿我来说啊，我要唱可乐让你感觉乐的合不拢嘴，合不拢嘴。我到底合不拢嘴哪个？合不拢嘴，合不拢嘴。哎，我要唱的杯子让你哗哗哭的，你肚子都湿了。那是尿了呗。对，我能给你唱尿。这能耐越说越大。就你站着，啊、我能给你唱坐着。哟，你坐着，我能给你唱站着。这你能耐可不小啊！哎，你这话说的可太大了。你刚说我坐着。你能把我唱站起来？对，你这话太大了，绝对不可能，我绝对站不起来。现在就瘫了，是吧？就瘫了，绝对站不起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坐着把我唱站起来，我要今儿坐着了，你凭你，绝对不能把我唱站起来。我肯定给你唱站起来。哎，这要这么着，呛我的话、嗯，我能给你唱站起来？不可能，我给你唱站起来。我给你唱站起来。我要给你唱站起来。我要给你唱站起来。你别呛我了，行吗？我就呛我。你别呛我。我必须给你唱站起来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儿非要能把我唱站起来，我在这磕头拜你为师。哎呀，我就等这天了。来吧。干嘛？你拜我吧。什么我就拜你啊？磕头拜我为师吗？哪个哪有？大过年的磕头。什么我就磕头啊？拜我啊？你得把我唱站起来，我再磕头拜你呢。你磕头拜我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啊！你拜我，我教你一样。用不着。啊，对你已经放弃了。什么就放弃了？你拜我，拜我，你算我大徒弟。我还你大徒弟。顶门大弟子。顶门大弟子。哎，你是我顶门大弟子。行吧，你是我顶门大弟子。我你顶门。我最喜欢顶门大弟子。喜欢顶门大弟子。我喜欢顶门的。哦，顶门。哎，没事，你跟着我一块儿顶门去。那有你顶门不就够了吗？就你像顶门大。你就拜我就完了，拜我就完了。你得把我唱站起来，我再拜你。我给你唱站起来。我给你唱站起来呢？不可能，到他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要真唱站起来怎么办？万一你要给我唱站起来，我也磕头拜你为师娘。收了，师娘不行，师娘啊，你也得拜我为师傅。你为师傅啊？来，这脖子就呛起来了。来看谁能给谁唱站起来。来把桌子帮我搭上，搭的桌子，腾出地方来。来，你还不搭桌子？来。哎，咱们一人搬把椅子，谁搬呀？咱俩一人一把呀。行，搬去吧，我搬去。那我多棒！
一人一把是吧？啊，可不一人一把吗？一人就一把。对呀、啊。好，行啊。是这意思吧？你别理我。你礼貌吗？你礼貌吗？不要理我。我是要理你。你自个儿搬去，自个儿搬去，你自个儿搬，自个儿搬去。这我的，这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这我的，这我刚搬来。你别踹我，我这方面我不太那个，我够不着你，我这。你自个儿搬去。还说大话，给我唱站起来。待会儿我看他怎么站起来的。你倒回来呀！哎，您各位瞧，去我们这配套啊，这不配套啊，这怎么不配套、啊？配套，这怎么不配套啊？这不一套吗？这不是？这哪一套啊？这不一套吗？你少来这套吧，你。哎呦，我觉得我这腰都……哎呦，啊！那咱就开始吧。嗯，往这一坐，这凳子就瞧出档次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啊，咱现在开始吧。啊，开始啊！开始之前，咱得准备好。那肯定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？我准备好了。来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快板说的技巧你都懂。啊，这什么技巧我都会，没有我不会。真会，那太会了。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板眼也知道是吧？是板眼，我也知道。有板有眼，有板有眼，放心。光着屁股坐过，但有板有眼。行行，是吧？什么废话？会是吧？啊，对，会了啊，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有病是不是？你有话一块儿说。好家伙，我这跟河漂子似的，一帽一帽。还有话吗？没话，请坐，请坐。看见了吗？怎么了？往这一坐就比你顺眼。你们哪儿顺眼？往这一坐。我就好比怎么着，拿胶水把我这裤子跟这凳子粘一块儿，这是我就站不起来了。哦，拿胶水粘住了。对，知道我吗？你怎么着？我就好比啊，拿钉子把这大腿跟这椅子就钉一块儿了，我再也起不来了。走、哦，好吗？我脱了裤子还能走。我拔了钉子，腿废了，拿俩砖头往前蹭，我也能走。我上地铁里头，我还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毁了我的家园，我还能挣钱去，管着吗？那斗嘴管什么用？准备好，准备好了吧？哼！行吧，行，来。俩人合作啊，啊，俩人合作，玩儿打齐了啊，肯定打齐了，打齐了吗？没打齐，没问题。来，行行行，咱俩这装出来了，你干嘛呢？打板，你打不齐去了？谁打不齐？你打不齐，你打不齐，能打齐，能打齐再来。你打不起了，你打不起，你要打得起，我是孙子。你就起这是？我就起。用啊！哎，我是孙子，你要能打齐了，我是孙子。我要打齐了，你是大伙孙子行吗？行，那都是我爷奶奶。来试一试，来。叫我去，你坐着听，这
时候你还别逞能，过一会儿咱们两个人还指不定的谁行谁不行，未必让大家听得清。哎，你往前挪了行不行？行啊。站起来了吧？这回是站起来了吗？这是往外框我，这是。你也起来，你也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我站着。还用那么投入吗？你把我框起来，这个不行啊。没错，你这就是框我。好家伙，要不然偷袭，要不然框人，真是的。你得凭真能耐把我唱站起来。三句，都多少句？三句之内你就唱。哦，三句之内把我唱站起来，行吗？三十句、三百句我也站不起来。怎么能站？不可能。竹板打打竹板。一句了啊，各位，一句了。一句，谁跟你似的数数还得数出来啊？我数出来怎么了？一句了一句，谁不知道啊？那都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给大伙提个醒，让大伙见证，什么一句了？竹板儿啊，竹板一句了啊，各位，一句了。你别捣乱行吗？你是不是傻子呀？谁傻呀、啊？我怎么捣？你数出来？我怎么捣乱了？我没捣乱。我跟我爷爷奶奶说话，你搭什么茬啊？管着吗你？那不忙。竹板打竹板儿，一句啦。我给您唱段快板书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两句啦。嘿，站起来了。我不是，我这是站起来了，我这掉下去了。我你现在站起来？没听说过。你嚷嚷什么呀？炸口炸，这快板道有这技巧，你瞎炸呼也不行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唱的不怎么样，干脆听我唱。听听我唱两句吧。唱也一样。我唱啊。哎，我的高伙计。哎，我的孙伙计。谁是孙伙计？你是孙伙计呀、啊！我不是孙伙计。你刚自己说的，你是那孙子呀？那不行，孙伙计呀、啊？那不行，啊、那他们是我爷爷奶奶，你凭什么叫我呀？我也是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姓孙。你姓孙吗？我不姓孙。姓什么？我姓侯。哪个侯啊？就单立人那个侯啊。哪个侯？单立人。百家姓有吗？太有了，车侯密鹏啊！车侯密鹏。车侯密鹏。对，有这侯吗？有。赵天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。车红蜜蜂，真有这个？有啊。后头有一位观众不会写，哪位不会？你过去给写一下。没，就后头那位。对，就后排那个。哦，后排举手那个。哦，您不会写猴是吧？行行行，我给您写一下。您连猴您都不会，您走过来。您查字典去。好，一写我站起来了。有什么呀？多废话呀！我的高伙计，哎，我的孙猴伙计，我孙猴伙计，你来了，我来了，咱俩唱段数来宝，你看好不好？咱俩唱段数来宝，我看不好。我怎么不好啊？废话，瞧你长那德行。不是我怎么了？白不呲咧的。什么叫白不呲咧呀？眼睛都快闭上。谁眼睛快闭上了？你眼睛快闭上，我这睁着呢。你给爷爷奶奶看看，你眼睛是不是闭上了？我这眼睛是不是睁着呢？睁着什么？哪儿睁着了？我眼睛就睁着呢。真是睁，你别说。踩过你？什么叫踩过？你别说我。干嘛呀？你要说我打你啊！过来打我！我打你！过来打我！你以为我来过来打我？你来过来打我？来呀！你以为我？来呀！你以为我不敢过去是吗？过来打我呀！哎，你以为我不敢是吗？来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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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谁沉，看谁家沉。你还说我吗？不说了。好好唱吧。好好唱。好好唱。错了吗？错了吗？认错了吗？认错了吗？啊，错了是吧？好好唱行不行？行。行吗？哎呀。现在站起来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，你再说行不行？现在能不能站起来？谁站起来谁输。我还真拿他没辙这玩意儿。你倒回来呀。哎，我可没站起来！呀，你这不行！我也没站起来啊，我没站起来啊。啊，行。哎呀！我也没站起来啊，咱接着唱行不行？啊，你先喘会儿。
能唱是不是？这么虚吗？你那凳子没我这沉，你那凳子我也这么沉，你也虚。来了啊！叫伙计，怎么着？你坐着听，坐着呢。这唱快板啊，我唱的可是比你精。就算你唱的比我精，你都会什么我也听听。这个新老节目我全行，100多段还挂零。咱说武达，唱武松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三到八交扇，三打白骨精啊！嘿，这一套一套你还真行，你还会什么我听听。水浒聊斋济公传，这些个节目我也行。你还会什么我听听。大武艺小武艺，舞女戏真西游记呀、啊、这些个节目我全行。你还会什么我听听。我不会了。啊，你是累傻小子来了是不是？叫伙计，你别吵也别闹啊！别看你说的唱的一套一套又一套，究其实啊，你当个演员不够亮，不够亮。本来嘛，怎么1米1的个头不算高，上台你还毛着腰，舞台美根本谈不着。宝贝，你别唱了。怎么？谁1米1啊？你1米1，我1米8。1米1，1米8，1米1，1米8，你还没这话筒高呢。我能没话筒高吗？你还没这话筒高，你不信站起来比比。好，你站起来比比。我来站起来，站起来比比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话筒真高哎！好，一比我站起来了。有什么？甭老想夸我。小伙计，怎么着？你坐着听。嗯。你当演员也不行。我怎么不行？瞧你长得那德行。就这德行，嗯，这还6万多女朋友哟，要不然他瘦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呀、啊，提高着骨头晒人灯，就好像细狗成了精。你甭管细不细狗，微博100多万粉丝。你说那都没用。哎，你这两条腿走路有毛病。别说，怎么了？说哪儿都不行。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这 腿像话吗？你这有毛病。我腿像话吗？您腿我腿没毛病。有毛病？没毛病。你这是罗圈腿。标准腿。罗圈腿。标准腿。标准罗圈腿。腿多直，标准腿。就绝对罗圈腿。标准腿。你有毛病？没毛病。没毛病。对，没毛病。你走两步。没病，你走两步。没病，走两步。你走两步，我瞧瞧。走两步。走。走两步。走啊。走两步。走。目前不会走路。他也留神了。废话，一走我站起来。叫伙计啊，你听我说，怎么着？论这个你还差得多，基本功什么内容你都不懂得，你又馋又笨又懒惰，早晨10点半钟你才起被窝，不漱口不洗脸不上班不干活，光知道抽烟把酒喝，对吗？不是，这都谁跟你说的呀？妈跟我说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晚上懒得睡，白天懒得起，身上的泥儿足有一大车，没事自己拿手搓呀，臭嘴臭脚，臭大主，你这大鼻涕一流就不可以，抽烟1天15盒，喝酒一顿能喝4瓶多，喝醉了在家耍酒桌，在你家靠着就把跟头遮，拿火柴点被窝，你抱着男主乱反扑，消防队救火，拆着消防车你就哭，又闹三大锅，回去你还把胡话说，摔孩子打老婆，摔了碗砸了锅，管你媳妇叫大姐，管你爸爸叫大哥，管你爸爸叫大哥，站起来了，我去你的吧。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我们演员，我本身我不是长春人，哎，确实是，对吧？
我们也是来这儿出差的。哎，对。但是他们家呢，其实跟长春还挺有关系。哦，有点渊源。对，他母亲就是东北。哎，东北。能聊吧？哎，可以说。可以吧？他母亲是现在正是当下最火的哈尔滨人。哈尔滨人呢？就哈尔滨。对，哈尔滨的。他母亲就是哈尔滨的。啊。后来呢？他父亲呢？由于岁数大了，不想在北方待着，怎么办呢？嗯。也来这哈尔滨。对，跟我母亲一块回老家，老两口子在哈尔滨过日子。哎，对，特别好，特别开心，很幸福啊。最近呢，这哈尔滨也特别火。哎，那是不少旅游的游客。老爷子一看来人这么多，哎呦，自己呢一看人多，老爷子又不想出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想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出去玩去。哦，上外地了。哎，躲个清静。哎，对，他喜欢清静。去哪儿啊？去这三亚。哦，三亚挣钱上三亚。啊，对，上三亚。对，挣钱上三亚。哎，他父亲呢？自己买了票，买了票去三亚，啊，上三亚玩，三亚玩去吧，玩会儿，买了票，到了三亚，刚一下飞机，出了机场，看我有好多人，是两三层、两三层全是人呢，他爸爸有好心，喜欢热，爱看热闹，啊，对，瞧瞧啥呢？哎呦，你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不行，我得多看两眼，多瞧瞧，干嘛呢？过去看看吧，啊，有抽奖的。哦，抽奖活动，抽奖的，他爸爸一看，这我能参加吗？我能参加吗？谁都可以。爸喜欢这个，能参加，没问题，能参加。您把身份证填好了，然后电话号留好了，交500块钱就能参加。哦，这是那报名费啊，花了500块钱，参加吧。抽个奖，别说中奖了，中的什么奖？头等奖。哎呦，就最高的那个。爸还挺高兴，好奖项。头等奖一看，哎呦，还太高兴了。那好啊，哈尔滨七旅游。这好，又回去了，又回去了，送回去了。哎，也挺好，当一玩吧。哎，反正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出去没事散散心，旅旅游也挺好。哎，是个好的消息。前些日子我们哥俩出去一块儿，咱也一块儿去。去哪儿？去云南。哎，云南也是好地方。云南也挺好，有山有水，多好。就是云南山水甲天下嘛，真是吧？云南山水甲天下。没，到了桂林，桂林，对，桂林路山水甲天下。没有，有桂林路那个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桂林山水甲天下。哎，去这云南，咱说云南，是咱说云南，到云南还挺高兴。嗯，我们俩打接着走，在云南玩走着走着，哎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有人过来拉我们，拉干啥？过来，怎么好看？好看？什么好看？我操，我好看？什么呀？跳舞的看吗？跳舞的看吗？哦，跳舞的，不看。哎，民族舞。民族舞，来这儿不得看看民族舞吗？我不看，不看。哎，民族舞不穿衣服，不穿衣服民族舞，不穿衣服。我哥还挺聪明，那是。别废话，别说这。不穿衣服，这是你哪个？这是重点吗？这个。我怎么了？各位可能不太了解，平时他不敢对我这样。干嘛呀？那天也不怎么啊，端了一盆水，一盆水，一大盆子啊，一大盆水，哦，哗一下朝我泼过来，我泼你了，泼我一身啊，对，泼我一身，我全湿了，这我干的。你说这多讨厌，有你这样的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我没有，侯小楼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我没对你有意见，有意见您直说。不是我泼水，不是说对你有意见，你肯定对我有意见。你看咱上哪儿玩去了？云南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云南人当地过那个泼水节呀、啊，让咱赶上了，咱不赶上那泼水节了吗？我拿一盆水这么泼你，这不是祝福你吗？祝福我对祝福你呀！哦，泼水是对我的祝福，对你的祝福啊！那后来我泼你，你为什么反对？废话，你泼的开水。你这话说的不对，那是开水吗？那不是吗？那是开水吗？不是开水吗？那是我洗过脚的，更厉害了。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晚的精彩。